你看他这件牛仔裤，我觉得它超有弹性的，那时候收到我就超爱的，而且它颜色不会到那种超级浅的，所以可以放心。然后它这个尺寸是 S M L， 对，它这个尺寸是 S M L。然后重点是它的那个裤管的部分啊，你看它是做就是它是做那种不规则的裤管，超好看，它是做不规则的哦，超美的，而且它是大概是在九分。你看粘到屁屁这边，屁屁比较有肉，你看到这边都超有弹性的，就是流行那种短版系列的风衣，其实今年也蛮多的。然后这一件裤子的话，它的版型是正常，对，它正常。然后给你们看，风衣短版的，短版的也很美，你看。我觉得它短版也超漂亮的，而且它这件啊风衣，它不会说就是这边很合，因为其实我是手臂算比较肉的，所以我觉得它这边不会很合哦。就有一些人怕说，就是你里面其实可以搭帽T的话都 OK。